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Regine， 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的 YouTube Channel。 那我今天会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Celine 这个品牌啦。那今天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呢，就是今年最新的款式的马鞍包啦。那而且呢， Celine 呢今年呢都非常之流行这个海旋门的这个扣啦。那而它整个设计呢都是海旋门的 logo 标志啦，而且它这个是 PVC 皮来的，边边就用了这个啡色牛皮去包边啦，那非常之复古的，给人的感觉是怀旧的感觉啦。还有如果 PVC 皮的话是比较轻身一点的，那它这些旁边都是用了牛皮去设计啦。咁而今年咧都系非常之流行呢一个海旋门扣啊，咁佢咧系好容易开嘅啫，你直接系咁样样揿住咧，咁就开到噶啦。其实，咁呢一个 size 咧系细号嚟嘅，咁佢虽然系细号啦，但系佢个容量咧都系非常之足够嘅，而且咧亦都系可以摆到好多嘢啦。无论你系着咩衫啊，都系非常之容易衬嘅。你如果话好型格嘅话，都 OK， 好 lady 都冇问题。咁我而家开俾大家睇下佢入边嘅容量空间啦。咁虽然佢系呢一个有弧形啦，但其实咧佢个容量咧都系非常之足够嘅。咁佢前面咧亦都会有个贴袋啦，可以俾你放嘢。咁而呢一个咧大格咧，佢入边咧都会有个拉链嘅。咁你可以放到大机嘅电话，其实都 OK。卡包啊，或者纸巾啊、锁匙咧，其实都可以放到落去，因为它都比较深嘅。咁而呢度咧，亦都有个内贴袋嘅，可以放下啲私人嘅物品咯。咁呢个内贴袋咧就逼咗少少，咁所以系可以放啲变身嘅嘢嘅。咁佢入边呢度咧，全部都系用咗呢一个牛皮制造嘅，都系用咗呢一个啡色啦，衬托翻佢成个袋嘅外形。咁佢海旋门呢一个咧，佢多数都系系金扣嚟嘅，好少会有呢一个银扣。咁我同佢介绍翻呢一个肩带啦。咁佢肩带冇一擦石嘅，咁而肩带亦都系做咗啡色啦。咁亦都可以调校呢一个长度，咁适合啲唔同身高嘅人啦，或者你斜咩啊、单肩咩，其实都 OK。咁我依家示范上身俾大家望下啦。咁呢个咧，我系校到最长嘅。咁佢校到最长咧，其实个长度啱啱好嘅，大细亦都系啱啱好嘅，非常之复古啊！呢一个又容易衬衫啦，我觉得。冬天或者夏天，其实佢都容易搭配嘅。咁如果你可以校短少少嘅话咧，可以单肩咩？好，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了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袋呢？其实呢 Celine 我们都很少翻货的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袋的话呢，就记得过来尖沙咀门市找我购买啦，也可以下载我们 APP 直接购买的。我们除了这个系列呢，我们还有其他 Celine 的box 啊，或者腋下包的。咁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仲要訂閱我哋 YouTube channel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